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ores Timepiece GEC 4的小刚，来到2023年，小刚先在这边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越买越多表。来看一看今天的标题，今天要讲佩纳海哦 ，Panerai。那大家也知道，一讲到这个 Officine Panerai 哦，佩纳海 Panerai， 大家也知道啊。有几百到几千个型号哦。那对于一般的一些新手来说，或是不常接触这种佩纳海的朋友来讲啊，可能真的一开始去看的话哈、哦，会真的有一点头晕啊。不过也是因为多选择嘛，所以使得它在这个二手市场的价格啦，也非常值得入手玩玩哦。小刚，个人这样觉得哈、哦，那你远远就能认得出你戴的是什么表啊？哇，真的是非佩纳海莫属啊，要讲一讲。长动力机芯啦、啊，这种品牌从未改变过它这一种经典的设计啊，这些通通都是佩纳海一大的特色哦。那小刚今天就一次过为朋友们来挑选几只哦，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去看看的这个 Panerai 佩纳海的这个表款。那第一只914哦，那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一只呢？那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着这个可以讲是这个咪咪啦，小迷你 baby 372的这个称号啊，还有这个外号啊，懂的朋友啊，第一眼啊一闪过，你就觉得哇，它真的很有那个佩纳海经典372那个感觉，那个 feel 啊哈。那话说这一种372啦、422、423哦，你看哦，这一些被誉为经典收藏系列的佩纳海哦。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，可是就是因为这一些款式基本上都是在 47mm 非常的大又非常的厚，所以每次只能是望梅止渴啊，看只能看不能买哦。那这一支914就不一样了，44mm 标准的这个 Lumino 表刻的这个系列哦，复古奶黄的这种夜光三明治的这个这个表盘，没有小秒针，非常显眼，这个36912，而且数字的这个字体哦，也是非常接近372那一种经典复古的一个味道的哦，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。当然少不了这个开窗式的这个6和9啊，哇，你去看它这个6和9，跟普通的那一种入门款啊，我们说的那种 base model 哦，哇，真的是这一个914啊，真的明显哦，是另外一个感觉，另外一个档次啦。为什么人家称它很有那种迷你372的那个感觉？那而且表盘显得是非常的简约大气哦。那整体啊，一看下去哦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哦，非常有372的那个感觉。那机芯也是搭载这个8天超长动力的这个自家的这个机芯哦。那第二款小刚刚讲厉害了，为什么呢？哈哈。因为这一个系列哦，当然也会在这个好莱坞大荧幕里哦，这个 The Rock 哦，巨石强森这一种巨星佩戴的这个系列啊，这个 Submersible 啊，哇，要讲一讲佩纳海的大哥大哈、哦，这个潜水款这个系列 Submersible。那过往的 Submersible 呢，几乎都比较大的哦，尺寸也是几乎都在47mm， 那也有少许是一些44mm 的哈、哦。当然，那而且价格当然也不会便宜啦，这个 Submersible 的这个系列哈、哦。那直到近这几年啊，佩纳海发布很多这个新的这个 Submersible 潜水风格系列的这个表款哦，那当中就包括这一支42mm 的 PAM683 哦 ，PAM683。683这个型号，小刚要讲一讲哦，这一款表非常容易就可以认得出哦，远远一看就知道它是目前新时代新款新型号的这一种Submersible 啊，非常的好看哦。那主要它元素就是那个陶瓷表圈哦，让人一看就知道啊，这个就是我讲的新型号的这个 Submersible。那它是主打潜水300米的这个规格，在手上也稳妥妥的这个安全感，而且表壳厚度哦做的只有13mm。多左右，因为佩纳海用了这个全新集团旗下改的这个机芯哦，当然它厚度，它这个机芯的厚度就比上一代薄了非常的多，当然所以它的这个表壳的厚度也能做得非常的薄啊，13mm 多，这个就等于好像劳力士那种厚度，这个是我个人非常。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点哦，那可以说是这个尺寸啊，每个人都可以驾驭得了，上手是完全没有压力哦，真的是让我对佩纳海啊一向那种又大又厚的那个印象哦，哇，完全是改观了，要讲一讲，而且它这个机芯哦是高达3天，就是72小时的这个这个储存的动力哦，也是有这个日期的功能，所以整体来看就是非常符合一支很高实用性的这个
这个款式啊。而且你看一看哦，它这个表盒就是这边标注着意大利生产哦，哇，这个表盒是在目前众多表盒里面 ，Submersible 的表盒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的，这个沛纳海的表盒，不像一般常看到那一种木盒。再来第三款要讲一讲，如果44跟42mm 的这个尺寸哦都不适合你的话，那第三款这个 PAM 1271。哦，1271这一支40mm 的沛纳海哦，你真的必须看一看啊。那这一款非常有意思哦，个人觉得斯文的来又有帅气的那一种稳重的感觉哦。啊，人家叫它这个白马王子哦，哇，你听这个名字，其实它是有这个 40mm 和 44mm 的这个尺寸啊，一个叫 Guaranda 40mm， 那另外一个叫 Guaranda Quadro 44mm。那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它也算是沛纳海里面少有的这种雪白色的这个。表盘哦，而且它雪白色的表盘哦，非常有前卫感哦，让人看了就有很有那种冰冷的感觉，非常的酷哦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一种白盘的那种设计啊哈。那小王个人觉得啊，白色表盘的这种款式呢，也非常容易能够搭配任何颜色的这个表带哦，那你这个乐趣是非常的高。40mm 也绝对是上手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尺寸啊，你旁边看下去啊，哇，就知道这个就是经典。Lumino 1950啊，这个1950系列的这个表壳的设计啊，那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Lumino 1950跟 Lumino 的这个表壳的分别哦，那小刚在之前的影片有分析过的哦，那你们也可以上网或是到这个沛纳海的官网去看一看哦，它1950你从侧边去看它的这个1950的表壳。它的设计跟普通 Lumino 的这个表壳的设计是有分别的哈。那这个 Lumino 1950的设计呢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元素。那你正面去看它这个表冠，它就会写这个 TM 哦，这个 trademark register 啊 ，Lumino 系列就没有了哈。这些都是Lumino 1950的这个特色。那它搭载的这个自动的机芯呢，也非常适合作为这个日常使用的这个手表的一个选择。哈，要讲到现在最后一款哦，就是这个出了好几年的这个 PAM。795哦，哇，这个795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款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个动力显示哦，这个 Power Reserve 的 Indicator 哦，那这个也是在新型号20000以下，这个马币20000以下价位的沛纳海啊，非常难得可以玩到、可以见到的一个功能啊，因为一向来有这个动力显示的沛纳海哦，价格都会比较高，而且44mm 这个选择的型号呢根本就不多啦，如果要谈到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个功能哦，那小刚推荐这一款绝对是最符合大众玩家的胃口啊，所以这一款 PAM 795哦，而且这个动力显示功能啊，这个 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啊，这个功能哦，用在手动上链的机芯啊，我可以讲啊，绝对是最完美，因为其实很多别的表，很多别的品牌啦，它用的这一种自动的机芯手表啦，可能还会有做到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功能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多余哦，因为你戴着的时候它就是满电的状态嘛，如果你要看那一只针，那个动力储存显示的那一只针哦，下跌下来哦，其实是很难的啦，除非你把那个表放着不戴嘛，但你也不可能一直盯着它看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手动上链机芯就不一样了，小刚讲，那你一直戴在手上都好哦，它那一只动力储存显示功能的那一只针哦，它还是一样会慢慢往下掉的，你会明显看到它那个动力储存的显示哦，它那个动力啊会减少的哦，哇，这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玩的一点哦。那你戴手上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手表动力还剩多少个小时，那你又可以随时拿上手再上链再玩哦，这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，而且经典的三明治表盘一样有哦，炸哦，这一支要讲一讲795。